天气真好啊，走去买菜去。哎，什么声音啊？好像在上面。我天，原来是你们啊，龙宝小英雄，霸王龙丁丁，翼龙飞飞，三角龙美美。哇，这是换新车啦，还自带音效的呢。来，快到我的碗里啦，嘿嘿，跟我回家去吧。龙宝小英雄，救命！咦，贝贝和波波怎么没来啊？不管啦，先让我来试试丁丁、飞飞、美美的新车。丁丁，你这台是恐龙救援车吧？美美这台是雷达搜救车。接受讯号，开始搜寻。哈哈，翼龙飞飞还是一样驾驶一台飞机。哇，这嘴巴还会打开呢，好可爱啊！舱门都可以从中间这样打开，把它们都变成敞篷式。哇，美美这台车打开以后有够大的，绝对是秘密基地的水准啊。这里是驾驶室，操控台的屏幕还可以这么切换的。我变我变我变变变，哈哈，中间有个升降梯，上升下降。美美快进来，嘿嘿，要是有这样一台秘密基地，我也要去拯救世界。好啦，内部构造我已经知道了，现在来试试变身效果。翼龙飞飞，撑脚收起就是飞行状态，咻咻！哎，我天啊，翅膀这里是发射器啊，360度旋转，搞半天飞飞还是台战斗机呢。看我的，瞄准射击！三角龙美美出动！哇，六个轮子，这速度啊，肯定是里面最快的那一个啊！哎，从这个角度看，车头还会走吗？就好像真的三角龙一样。最后是霸王龙丁丁，作为警长，果然连车都很不一样啊，车子配件都比别人多啊。这个是钻头，这个是铲斗，还可以交换，多功能救援。咻咻咻，尾巴看起来是个起重机，这钩子可以拉好长啊。哇，一键回弹，好高级啊。对啦，好像还能更换电锯头，滋，电锯模式启动。我天啊，这台救援车啥都能做啊！准备变形，一变潜水艇模式，可以去海底执行救援。这样子好像一条大鲨鱼哦，太酷了吧！二变驾驶舱模式，尾巴收起，舱门打开，打开驾驶舱，装上钻头，装上铲斗，最后是电钻。哇，这个形态无敌了呀，什么都能做啊！好喽，最后是第三变起重机模式。完成，这胖胖的样子还挺可爱啊！龙宝小英雄出动！快看，我的小龟龟们翻不了身啦！出发救援，拯救龟龟！龟龟们快上车，龙宝小英雄来救你们啦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车塞满了，把你们给落下了。